小猪罗志祥日前在综艺节目中反串扮成女装，并取名为猪碧石爆红，接着还拍摄很多搞笑影片，笑翻不少人。不过最近却有网友发现，这个猪碧石居然跟历史人物撞脸了。网络上流传一组清朝的旧照片，内容是末代皇后婉容和英文老师的合照。仔细一看，这位伊莎贝尔老师也太眼熟，她的五官深邃和罗志祥的脸非常相似。粉丝开始做起对比图，反复观察，这未免也太像了吧。但也有不少网友说朱碧石比较好看，我的碧石更美，这么多的呼喊根本在 cue 朱碧石复出。而这样的意外撞脸，不知道小猪本人怎么看呢？